我们是紫月紫林，今天来回答一下我们大家给我们提的一些问题，也是你们最感兴趣的问题。你们两个有什么特征区别？特征的话，我的眼睛比较，他眼睛是双内外双，我是内双啊。然后他脸稍微比我要宽一点，对，颧骨要高一点，颧骨要高一点。紫姐喜欢什么颜色？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喜欢粉色吧，粉嘟嘟的，但是我不太驾驭得住，所以一般不穿。然后买东西喜欢买粉色。紫琳呢？我可能喜欢暗色一点，黑白灰吧。但是如果要亮色的话，就蓝色吧。你们俩的爱好是什么？爱好就是玩游戏啊，玩游戏啊，然后可能也比较喜欢汽车呀、这些。汽车、鞋。鞋。你们俩谁比较有魅力？当然说自己啊，这个。对，自己觉得自己有魅力。如果你们其中一个生病，另外一个也会吗？其实有时候会，但是这个东西不绝对，不绝对，因为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哦，双胞胎一个生病了，另一个就要必须要生病，或者说哎碰巧就生病了，你就觉得这是双胞胎一些比较神奇的事情。其实不是的，其实比如说他感冒了，那我也感冒了，那其实很简单，说不定就是他把感冒传染给我了，那我拉肚子了，他也拉肚子了，那这说明什么呢？就说明昨天晚上我们俩都吃错东西了，这只能说明这些东西。你们俩谁比较帅？当然是自己啊。谁比较高？我高一些。他高一公分，我183，他184。哥哥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弟弟呢？没有。你们喜欢什么类型？看演员吧，但我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偏可爱一点的女孩。我的话大家都知道呀 ，Lisa。最近会拍什么类型的视频？最近可能会拍一些偏日常一些，然后偏方言一些，生活化一些，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影视化了，会拍的更接地气一些可能。那下次视频可以放英文字幕吗？这个要找工作人员了，你可以去提提建议啊，就因为这个可能比较花时间。行，我们会采纳。如何增加拍视频会更有自信？拍视频怎么更有自信？多拍呗。那就是等你有一天你拍的视频你自己都觉得好看了，对，你自己都觉得有意思了，那你就肯定有自信了呀。你的第一个视频你花个一天来拍，对，你只要拍到你满意为止。你们俩喜欢在家做些什么？看电视咯，看电影，打游戏，差不多。那还能干嘛？就跟日常人差不多。你们有没有推荐的歌曲？歌曲啊，最近比较喜欢听他只是经过。我比较喜欢听周杰伦、林俊杰。他在说的话都没有兑现。什么时候来马来西亚？马来西亚其实很早就想去了，可能短时间去不了，因为那里有很多我们的粉丝，其实是很想去的，想看一看在马来西亚会不会有很多人认出我们来。但是现在可能也没办法去，等疫情结束了，我们看抽时间去马来西亚玩一玩，就纯旅游来找你们玩玩。